越南中商会啊，胡志明商会今天晚上吃饭了啊，中秋佳节嘛，快要到了啊，搞的联欢晚会，小伟哥我们俩一起参加。听说啊，今天晚上来了1000多个人呢、啊，很热闹啊。领事馆的总领事也要到啊，今天现场非常隆重。一会儿的话，我要拍个视频，看看他今天晚上吃点啥。来来来，发礼物了，来来拿着，一人一份，谢谢啊。他们有这个 Hello， 嗨，你好，拍视频啊，要摸哎，哎呀，这边有，拍了你来很危险，队长，见到你特别荣幸啊，又看到你了啊，每年都要给你吃点饭啥的，想哥牛，江淮记者总经理啊，越南的。啊，东北商会遇到贵州商会啊，今天必须喝点，必须喝点啊！这看看，这做酒的不一定有东北人能喝啊！你别看你们贵州的啊，那个造了茅台的。今天是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分会2023年中秋联欢季第11届里监事会就职典礼庆祝晚会，到场嘉宾有。中国驻越南胡志明领事馆魏华祥总领事和使领馆工作人员，胡志明商会会员和各省企业联合会代表及越南当地政府企业代表参加。这次宴会有1000多名中国在越南的同胞参加，期间魏总领事深度解答组建商会的目的，商会的初衷就是团结进取，相知相亲，互相帮助，抱团取暖。商会为促进中越友谊做出很大贡献，今天的宴会非常隆重，有很多才艺表演，还有抽奖活动。我是胡志明商会的企业会员，同时也代表东北企业联合会参加宴会，感到非常荣幸。小伟哥，你中奖了、我跟你说，你这是612吗？你看这里612，对对对，612，你中了个锅，没白 来，没白来是不是？你跟我来对不对？中了个条锅，12。小伟哥，领奖了！哎呦，在这里中奖了！哎呀，可以吗？运气好，运气好，搞个啊，没白来吗？没白来。哎呦，你看拉两盒月饼，他中一个锅，我中一个 T 恤啊，莫能奖！哎呦，这怪的 ，nice。